我们接下来想就一些现场观众好奇的问题，先请台上几位嘉宾。好奇宝宝，他的中文能力大概只能打好奇宝宝。他说他很想去中国发展他的未来的事业，可是他的华语的能力似乎欠佳。黄亮大哥，可以给出一些你的看法吗？那个好奇宝宝，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几岁？好奇宝宝，告诉我是80后还是90后就好了。好奇宝宝是谁？80后还是90后？好奇宝宝可能 OK。如果是90后，你想有什么建议？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来中国吧。你可以选择，我觉得有几种方式。如果年轻人希望来中国生活一段时间的话呢，我觉得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我认为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最好是来这里上学。就是你可以报读，你可以上网找一下，哪个学校是你有兴趣的。中国其实有很多大学，一定有你喜欢的。你可以以外国学生的身份呢来这边上学，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学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你可以接触到很多的年轻人，可以更容易的去融入这个地方的文化。如果你已经没有学费，或者说已经失去上学的年纪的话呢，那你就得需要有工作。那你网上其实也有很多招聘，你就想办法找到一个工作吧。找到工作之后，你就可以来中国住，然后住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你可以决定一下你喜不喜欢这个地方。然后你担心的语文问题呢，这个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我认识很多很多新加坡人呢，都是什么 RGS 啊，什么 ACS 啊，这些音效非常纯统音效，一句中文都讲不流畅的新加坡人呢，他们现在在中国都活得好好的。而且他们的普通话可能都比现在在座的各位流畅很多。是，谢谢黄亮。接下来这个问题是问燕青的。他说，请问燕青，您的家乡上海如今也是一个发达的城市，其实上海一直挺发达的。今天的发展日新月异，如果时间倒流，那你会选择把你的人生大部分留在上海还是新加坡呢？时光倒流啊，这不时光没办法倒流吗？哎，所以我说啊，我选择到新加坡来的这个时间，1994-1995年的时候，确实我是错过了整个中国、整个上海的发展。我是在一个比较平静的上海发展，然后呢，又在一个比较平静、相对比较平静的一个非常规章制度严密的新加坡。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加坡。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有一定的规章，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新加坡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对吧？是非常讲规矩，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再去讲究创意。但是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你需要有创意的时候，可能就会被一些的条条框框所限制。可是我想就是这样，你年轻你就不要怕。我再回应一下刚才包括前面那个好奇宝宝所谈的问题哈，我觉得不要怕，因为现在像我现在这个年龄，我都不会怕。我的职场的自己的转折，我从一个新闻主播到做一个主编，到自己开一个私房菜，这些领域都是我没有学过的。我觉得只要你自己有一个学习能力，只要你保持对这个事情的好奇心，然后你过去所有的这些履历，在你人生后期，尤其是可能你到40岁以后，你不要去很在乎你在20多岁你有什么成就，然后你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可以有一定的成绩，积累你自己的人脉跟积累你的专业。我觉得如果你的专业，不管你是到一个外国还是你在你的本乡本土，如果你自己的专业做不好，你在你的本乡本土也做不好，对不对？所以关键还是你自己的这种成长，然后把自己的时间的纬度放得长一些。如果你从20多岁，可能你真正的这个有一些成绩可以得到一定的认可，要等到你40多岁的时候。所以我想，时光如果倒流的话，时光倒流我肯定是另外一种人生。如果我在上海的话，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的发展。但是我在新加坡的这些年，我想我也得到了很多机会，这个是我刚才就在说的。可是我不太害怕改变，我也想不断地去接受一些新的挑战。
我对新的世界永远充满了一种幻想和好奇。我一直都在想着我自己的现在的餐厅我可以做什么，有元宇宙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个虚拟的投影，然后我跟韩亮大哥现在就马上可以吃饭，我们可以谈谈好多有意思的一些畅想，这些都是人生最有意思的事情。当你在你完全可以碰到，我想在今天的话你碰到李斯特，你去问问他你为什么要把帕格尼尼的这个音乐你要把它写成钢琴曲的这个钟，或者你碰到未来，你问问你碰到林俊杰对不对，这个江南你是怎么的千年之后，我自己这次的主题就很想用千年之后这首曲子，因为苏东坡生活在一千年之前，我们一千年之后与他相遇，对不对？所以我要说的话就是保持你自己的好奇心，然后认真的做好，躺平如果是一种减低你自己的欲望，把你自己修身养性是好的，但是年轻千万不要去躺平，因为年轻还是要去努力累积你自己该有的专业。对，所以我觉得终归来讲就是不要让那个语言成为一个障碍。我记得当年我去香港的时候我一句广东话都不会讲，然后我去那个茶餐厅那个时候啊，因为他们人很多嘛，你坐下来两秒钟你还不要讲你要什么，那个人就走了。所以我足足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我一坐下来就碗汤面，因为那个是我一会的，我一坐下来就碗汤面，然后自己慢慢看。可是一年之后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已经可以用广东话跟人家吵架了。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语境当中的话，你就慢慢的，我的外甥他也是那种就是英华语一路来都不及格的，英语就很好啊。可是后来他现在带来大学，他在大学做助教，那个 computer science， 他的班上的他的学生大半都是中国来的。上个礼拜吃饭的时候还在问他嘞，那你怎么办？他就跟他讲说，哎，我现在开始觉得，哎，古瓦 can speak Mandarin 呢。他就发现他居然也可以跟他们交流啊。所以我觉得不要让那个语言成为你一个障碍。我同意燕青的看法，你的青春的时候就大胆的去啊，你们赶快去北京拥抱桓良吧。哎，说到这个桓良大哥的问题啊，有一个朋友他问的挺有趣的，他说，桓良为什么要去中国啊？这新加坡的音乐市场不好吗？怎么为什么近两年新加坡都没有出现一个现象级的歌手？桓良你怎么看？这问题有点大，我尽量简短的来说吧。如果对这个问题要有比较深入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有些时候我会有些讲课或者大师课、哦、可能再说的细节。简单来说是这样吧，我觉得其实在现场的新加坡的这些观众们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我们或多或少呢，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哦，我们学英语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学英式的英语，比方说我们 color 呢，我们是 color 这样子来念哈、哦。可是后来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对 color 这个 color 呢，其实也认得出这个是颜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少年成长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美国的电影、美国的电视剧，所以慢慢的我们对美国腔的英语呢，其实也能接受的。同样的，我觉得我们在新加坡学华语的时候呢，在我那个时候呢，我们特别注重这个所谓的字正腔圆，老师会纠正什么卷舌、平舌这些音哦。可是当我到中国生活的时候，我发觉到，尤其是在北京呢，其实南腔北调，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说的字正腔圆的。可是大家呢都能够相互理解，这表示什么呢？北京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大的一个城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在北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还是回到那点说，每个人并不是都要一样的人生，每个人可以有自己选择的人生哦。那我当初走上音乐这条道路呢，其实也是一个无心插柳。有些时候我总觉得人生是一种一连串的偶然促成的必然吧，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不是你真的去选择每一件事情，而是因为你的热情，你对某个事情的热情，你踏上了第一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它会带你去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就你的人生就这么过去了。当然从音乐市场来说的话呢，我也经常在疫情之前呢、啊，经常到欧洲、到美国各地去做一些音乐上的交流，或者是演讲，或者是教课呢。如果今天说得很直白，如果今天呢，我有机会在欧洲或者在美国施展我的音乐才华的话呢，我可能就去那里了。可是因为我很清楚，
以我的条件、我的能力，我在那里呢，肯定上不了 number one。所以呢，因为我还是一个亚洲人嘛，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哦。所以我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到欧美或者到这些西方国家去学习了之后呢，我就必须要回到亚洲来发展。那亚洲市场来说的话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上第二大的这个音乐市场是日本，可是我不会说日语啊，所以我也不可能去日本发展。所以环顾了整个区域里面之呢，我能发展的主要还是中文流行音乐。那中文流行音乐的整个重心，从80年代的香港移到中国台湾，然后再移到中国大陆哦。那我作为一个音乐产业人，我当然是跟着产业走。所以产业它到了中国大陆，北京现在已经算是中文流行音乐的一个中心了，所以我的人就必须要在这里。是，我觉得环亮大哥提到一点是重心。环亮大哥认为现在中文流行音乐的重心是在中国或是北京。的确，我们看到中国这两年的飞速发展跟崛起是有目共睹的。有人问明德说，明德，你觉得新加坡年轻人要如何在中国发挥优势啊？其实这也是我特别想讨论的问题，但是我想再把这个问题延伸一下，新加坡年轻人要如何在日益发展的中国规则下发挥优势。我们看到近两年中国在很多行业开始制定规则，比如说互联网媒体的 TikTok、 抖音是中国的母公司在制定它的算法和机制。未来我们必须要更多的了解中国。那在这样一个社会契机下，明德，你觉得我们新加坡人的优势在哪里？我觉得跟我要回应一下刚才环良讲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轨迹跟你生命的选择都不一样，这是多元的，不是每一个人现在我们就讲每个人都一定要去中国，只是现在大时代的那个趋势的脉搏的确那个重心还是在中国，它很多那种日新月异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觉得你需要那种的刺激，那一种的对你的生命的产生的那种共鸣的话，我倒觉得如果趁年轻的时候去那边，先从读书开始，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因为它毕竟相对的是一个相对的来讲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也让你有机会在那边建立你比较单纯所谓的人脉跟友谊。那之后如果你继续还要留下来去就业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话，我觉得你的那个根基就比较稳了，对啊。另外一个我就觉得要趁早去啊，趁年轻的时候像我这样老抠抠了要去啊现在想到去那边还要quarantine， Oh my god， 算了就要趁年轻的时候去。是，另外看到有人说新加坡和中国的中文程度相差很大，如果真的要到中国发展，语言方面会是一个问题吗？燕青你可以回应吗？因为你在本地生活多年也被派驻回中国，你的感受是如何？我觉得当你要选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肯定那个语言更好的话是有帮助的，对吧？你现在选择到西班牙去生活，到英国去生活，如果你语言你都不能够讲，还需要另外一个人在那边做翻译，肯定你的选择性来说就要少一些，就要差一些。所以去了之后，如果你觉得你的中文不太好，那你就要下个狠心。任何一种语言，我相信如果你可以花足够长的时间，有个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你也一定能够把这个语言慢慢就把它学好了。那年轻人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有一个男女朋友，这是很快的时间可以让你先送十根香肠，对吧？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不断的把语言学好。而且语言学好的方法不要这么教条，一定是一个什么老师，你可以通过看电视剧看综艺节目，对吧？我们家女儿，我记得她那个时候很喜欢看动漫，所以她看了这个，我开始我很反对，因为功课很紧张嘛。然后她看了那个日本的动漫之后，哎，我觉得她日语不错，我说看吧看吧，继续看。那如果从中你能够掌握一种语言，所以有的是很多事情不必教条。当然学一种语言，你能够更快的交朋友。到了一个地方，其实朋友很重要。我回应一下另外一个朋友问我的，就是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也是。我自己在国内也读很好的书，如果我留在上海确实会有很好的选择。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确实有三个月的时间，我就是这样进摄影棚，然后坐在最后一排，也没有人叫我去这个主持节目，就是看，就观看。
哎，我想，然后天天就对着那个窗户的门看到白花花的太阳，天气很热，闻到隔壁人家烧饭的味道，我就哭，真的、啊，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对，就觉得就是我离乡背井，我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在电视台干嘛。对，后来就开始慢慢的有机会，那么有这个机会你就要自己把握，所以你选择到一个地方去啊，你要锻炼自己的能力，一个你能不能比较快的时间把自己的专业做上去，另外一个方面你能不能比较快的时间里面去打开你自己的生活圈，你的朋友圈，一定会有这个跨出你自己的一个舒适区。那么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我觉得两点，一个你要学习当地的语言，第二最好你能够烧一手好菜真的，其实我们这个男生女生都是的，就是如果你可以做一些菜，如果可以就是请几个朋友到家里来谈谈家常啊，然后欣赏欣赏音乐，你不是就打开这个话题了吗？对吧？如果你可以做新加坡的拉萨，对，海南鸡饭给你的朋友吃，你很快就交上朋友了嘛。所以我想其实就是人要生活的乐观一些，开阔一些，你到外面你就交得上朋友，朋友在各个地方可以帮助你。如果不会烧菜的话，学会夸人也可以。我不怎么会烧菜，但我会夸人，所以他们都喜欢叫我去吃饭。最后一个问题吧，好不好？三位觉得新中两地人如何更好的交流和融合？我们每人一分钟的时间，环良大哥先开始好吗？我觉得就刚刚说的，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先把人当人吧。先把人当人。对。就是换位思考吧。对对。是每个人，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的，就是大家或多或少呢，活着这把年纪，不管你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呢，你就有二十几年跟三十几年的一种刻板印象嘛。不管这个刻板印象是通过电影上啊，或者是媒体上啊，或者是周遭你遇到过的类似的人的身上得到一种刻板印象。可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所有的刻板印象呢都是真的，可是它都不是全部，所以你必须就是说将心比心呢去接触，然后你自己会得到自己相处的一种模式吧。是，这也是我在新加坡生活十年的一个感受，就是要换位思考。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做得还挺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要理解别人，同时你也要对别人不理解你表示理解。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燕青，你怎么看待如何两地人该如何去融合和交流？对，我想环良大哥刚才说到的一点是很对的啊。其实大家还是同根同源，新加坡人他的祖先是从中国来的，那么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新交流也很多。这点上，我觉得要比西方人他到一个中国去发展，相对来说，我觉得要容易得多。那中国美食也很多，我不觉得在生活上，会很大的这个差异。当然你到一个地方，你年轻去，你就是希望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如果那里的天地更广阔，如果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大的成就，那么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是需要自己去慢慢克服的。还有一个呢，既然你选择到另外一个地方，离乡背井，那你就要告诉自己，我在这里要有一些成绩，因为我放弃了我的亲情，我自己的家乡，我到一个地方来，我要抓紧这个时间，然后可以努力地去把自己的事业可以建立起来，否则的话你也付出很大的代价呀，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对吗？当然这个地球村随着未来的到来，我觉得在某一个地方都会，可能就是你很有可能今天在巴黎住两个月，然后再换几年之后可能到北京，都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想这个随着网际网络的这个发展，我们能够更好地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个总是给你自己的事业跟人情的发展带来空间。对，是。那明德，我很短的讲，我就觉得最重要就是要开始交流。因为我发现一个现象，特别是新加坡人，我们很少会主动的去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交往，因为我们自己在我们所谓的 comfort zone， 对不对？你的亲戚朋友就这样，你很难说，哎，我要主动的去认识，比如说新移民啊，我要接触他们。
那我觉得同样的，如果你是你比如说你今天到了中国，到了哪里去的话，我觉得另外好像当初我去香港之后，我给自己一个原则，就是我不要去那边去参加什么新加坡什么香港什么什么那些又认识新加坡同样的人，不要，我就是要认识香港人。因为你去那边你才能够，对不对？你不交流你怎么促成那个融合呢？所以这第一步就是要打开迈出第一步啊，去跟你不一样的人去接触跟交流，我觉得那是最关键的。是，我觉得刚刚回顾三位，我总结了三个关键词，桓良告诉我们要理解，燕青告诉我们要开放，明德告诉我们要交流，这也是接下来希望大家可以在与周遭的人相处可以去想一想的问题。还记得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投票，你个人感觉新加坡真的能够融合新移民吗？我其实想再次问这个问题，但是这一次大家不用投票了，答案留在自己心里就好了。聊了差不多快90多分钟啊，我觉得一个意犹未尽的结束也是一个念念不忘的开始。希望今天我们台上所有嘉宾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念念不忘，也希望日后我们的开麦拉必有回响，期待下次再跟大家见面一起畅谈。我是林轩，谢谢各位支持八世界，支持我们的开麦拉，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三位。